散子在我梦里。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总前进。感谢周润发大哥的十个一生一世，谢谢周润发大哥。兄弟们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，来事了，兄弟们啊，稍微等我一会儿。走。雷德森先生们女士们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:28，感谢楚家军，楚家军一级皇马，楚家军的好朋友，楚家军真爱团重要党组成员周润发大哥的大力支持，谢谢周润发大哥。搜涛哥，刚才你在念的时候，什么叫一级皇马？皇马还分级吗？啊，这个兄弟啊，啊，这个经过我啊直播这半年多呀，经过我的观察啊，经过我的观察，长期观察啊，我把这个皇马分为五大类啊，一到五级啊，像周润发大哥他就是一级皇马啊。那你说一说什么是五级皇马，一到五级是怎么区分的啊？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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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现在就跟你说一说啊，我现在就跟你说那么一说啊。啊，分为五类啊，五级皇马啊。为此啊，我给这五级皇马作诗一首啊。一级皇马是大哥，不回家来不爱说，心中有事儿常挂念，飞机起飞快乐多。二级皇马是老铁，真爱在身常称爷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拔刀相助往上撇。三级皇马数量多，长期陪伴没得说，永远相伴一两块，敢爱敢恨听主播。四级皇马一保党，老实看家常相往，大力支持力不渝啊，爱恨交织伴成长。五级皇马玩特价，皇马披上无牵挂，家中开战打电话，能不能来还得他妈看变化。谢谢。